蟑螂遇到螳螂该有多惨。把一只成年螳螂放到蟑螂窝里，蟑螂吓得自动躲开了，而螳螂好像是在清点自己的食物，一眨眼的功夫螳螂已经吃上了，而另一只傻傻的蟑螂还敢过来抢肉吃，等它吃饱想走了，才发现已经被螳螂夹住了腿，然后感觉屁股一凉。欣赏一下螳螂的身手，我再慢放一遍。当螳螂在大口吃的时候，蟑螂也在吃同伴，这个居然还喝汤。螳螂饭量很大，连续吃了七八只蟑螂才停下，吃完还舔舔自个儿的大砍刀，不愧是昆虫世界的猛兽。